乖乖的，别动。你就别生气了嘛，原谅我吧，好不好？如果我能让你觉得开心，你是不是就会原谅我？只要你能原谅我，让我干什么都行。想要什么，你跟我说。因为我喜欢你，喜欢你，心悦你，想和你成为恋人，想时时刻刻和你在一起。要不，我再亲你一下，让你好好想清楚。我给你带了一套衣服，算是你上任之后我们成为朋友的见面礼。希望你在孤独无依的时候，他能够让你开心。